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这个时候讲话不可以太大声，因为他们全部都还没有睡醒。我好像也很久没有这样早起来拍影片了。OK， 因为今天呢，我们 Subhouse 的全部人呢，就将会去拍一张全家福啦，就是小明啊、Benny 啊、Dixon 啊、阿旺啊、大马六哥啊、Jerry 啊，我们全部就会去拍 Subhouse 的全家福。拍了过后，我们将会洗一张大大幅的，然后挂在我们的墙壁，挂在这一面墙壁，大大幅的，哇，单单想象就觉得好温馨啊。OK， 言归正题，今天呢，我就会假假以拍 vlog 的形式来坐高 Cherry， 怎样坐高他呢？我就是要 test 他，怎样讲，他的脾气的极限到哪里？再加上我也想要 test 他贤惠的程度，贤妻良母的程度到哪里 ？OK， 因为一向来呢，家里的家务呢，就是我跟 Cherry 两个人分工合作的，就是有时候我折被啊，然后拉开那些窗帘啊，然后洗衣服啊、洗碗啊，帮对方点牙膏啊，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互相，就是互相在帮对方做的。但是今天我想要 test 一下，如果所有的家务，今天那所有的家务我都一律不管，我就当作没有看到，或者是特地不要去做，我看他会有什么反应，会不会把他 gag 死。我相信 Cherry 现在应该已经是睡醒了的，应该是还在赖床啊，所以我现在进去我就加便他讲我在拍 vlog。 OK， bangun， 早安。走咯，起来咯，我们要去拍全家福了咯。呜，全家福，全家福，来，各位看看他的丑态，看他的丑态。因为我要拍 vlog 啊，所以我要早一点起来，快点起来哦！我刚才忘记了，不小心把它点到他的牙膏，所以我现在我也要 prank 他，我特地不要把它点牙膏。后我还把那些 tissue 撕到碎碎，然后丢在马桶，特地不要冲掉，让他来帮我照烧眉。这个是我的水果，丢这边，水衣丢这边。哇，老喂，还没有醒啊！我大完便出来，你还不要醒啊？贪睡猪，黑山呢？喂，黑山，起来，快点 ！Hello， 呜！几点了？现在才起来啊？好，怎么你睡到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对不起，睡醒了。怎么你一直这样？哎呦，我忘记放篮子。这样子。反正你要冲凉了嘛。喂，
在里面了。是我弄的。你顺便啊，你冲凉顺便弄啊，哎呦。现在我们等他发现我没有帮他点牙膏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过来弄。你弄啦，你要冲凉了，顺便啦。我在拍 vlog 哎，我还有很多画面没有拍到。你要拍什么？你等下拍啊。你帮我弄啦，哟，那几张地书罢了。怎么你要用到这样用地书？我不懂，我该在拍 vlog 应该是我一个手拿相机，一个手拿地书，应该弄到这样不好心啊。是啦，我们敬业的 YouTuber 是连大便也要拍了。告别你啦，多谢晒。哎呀。OK， 因为每次咧，我们都是谁先醒来，谁先冲凉，就谁先帮对方点牙膏。所以今天我没有帮他点到牙膏，等一下看他会讲什么。什么啊 ？B， 你讲什么？你没有帮我点牙膏。哦，自己点啊，你自己不是不会点。自己点啊，有点牙膏这样容易的东西，哎呦！自己点啊，自己点啊，啊！OK，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被单和这些窗帘啦。因为每次呢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：谁先冲好凉，谁先冲完凉出来了过后，另外一个人进去冲凉，然后冲好凉的那一个就会负责折棉被啊，然后拉开这些窗帘啊。等等的这些家务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就坐等，什么都不用做，等他冲凉出来，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OK， 我听到声音了，所以他应该是冲完凉了，所以他即将很快就要出来了。老弟，来。呀，啊！床是不是那个被单？你弄啊，我去喂欧尼吃。欧尼来，你看。你说你不能跟我一起喂。哦，你看，去吃 ，Go。我是要喂它果呢。啊？什么？我要喂它果呢。这样，这样你喂它，你弄啊，我去楼下。你喂它吃啊，还有那个被折起来啊。哪啦？我在拍 vlog， 记下来拿，我在拍 vlog。拍 vlog 这种东西你不会的啦，你拿啦，你自己拿又不是不能拿，这样简单的事情，哎呦，喵喵，大便啊，刚刚我
在拍 vlog， 我不能，我拍 vlog 做不到那东西。我不能，我在拍 vlog。等下才拍啦。不能 ，vlog 是要记录每一刻中，就是每一刻的那个精华。现在有精华没？有啦，大便是精华了。你去收衣服，我要洗衣服。你说啦，我拍 vlog。不要。你说。我要喂它，我还要洗掉我的妈，要出门了。可以啦，还有时间。我要拍 vlog， 我 vlog 是要记录每一刻。每一颗生活的精华，你去收啦，我去叫小明起来。收衣很快了吗？几件衣罢了。去锁匙在旁边那边。你爸你上去。他自己会上的啦。OK， 现在我就已经很残忍的把所有的家务丢给 Jerry 一个人去做他们，我就坐在沙发边翘脚去找小明他们聊天，我都不要帮他做。你们看，就是我跟 Jerry 的衣服放在外面，他叫我去收，可是我不要管他。他下来哟。怎么？我不是讲你收没？我在拍 vlog 吗？如果我今天没有拍 vlog， 我就可以帮你啊。你洗啦，后面不了吗？我在做东西。我顾他啦，你去洗。你去洗。Go。洗衣很容易吧？我妈丢下去，洗衣粉倒下去，开店搞定。我在拍 vlog 不会听啊，哟。不能，重要了，我要记录生活每一刻的精华。我觉得我拉野了。OK， 所以等一下等他收衣服的时候，我再跟他讲，其实我今天拍的不是 vlog， 我拍的是一个 prank。因为我觉得我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今天就要睡客厅了。所以啊，我负责拍 vlog， 我记录生活每一刻的精华。可以啦，几件帽？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件帽了吗？你说话。哎呦，我拍 vlog 吗？我没有拍 vlog。整天都是我在做。我没有拍 vlog， 我怎样赚钱？没有赚钱，我怎样养你？哎呦，是不是？这样子的啦，可以啦，收衣包。我在拍 vlog。海若还是拍 prank。笑什么？不要拍了。你终于感觉，你终于意识到了。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拍 vlog 那也是这样拍的。我老诶，我奇怪，怎么你没有，你的 vlog 没有一直讲话？不拍我，那去拍我，不要手了。不要。哦，很帅哦，太阳。哦，太阳很帅。喂。你收。一整天我在做。你这样子换你拍 vlog， 我来收。奇怪，一大早睡醒就拿 cam 对着我拍 vlog 吗？拍 vlog 就是从早上要出门的时候拍起的吗？你只要做我事，你看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的。你要来啊！我做回你的，一定的。笑，做不会的，我很难被做的，我很难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剩下的家务我做了。Okay, 去做，做完。做完。抹地啊，扫地啊。这样我们现在身份兑换了吗？这样你要帮我做我的 vlog 的结尾。有，我不要，你自己。你要做我 vlog 的结尾，你要讲。OK 啦，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各位，我们下期见，这样。拜拜。耶、yeah, ，
突破60万订阅啦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冲向70万订阅 ！OK， 在我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。首先，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订阅我这一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 follow 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。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就会随机在一个影片的留言区，再随机挑出一位幸运儿，把这一架 iPhone 11 Pro 送到你的家。而且，当我抽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会让你自由选择你想要的手机颜色，我再去购买你想要的颜色，然后再寄到你的家。不管你是住在任何一个国家，我都会把这一个幸运的奖品送到你的家门口。那抽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是有订阅我的哦，不然我就会再重新挑过另外一位幸运儿，所以不要骗我啊。 OK， 就让我们一起迈向70万订阅吧。 Woo！